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SR7 的这个运动版哦，便宜的 MP5 的射击效果，它的弹道其实很不稳定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哦。好，它是电枪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在这个镜头上方来射击。好，那么射击是这个版，聚焦一下哈。镜头拉高一点点，那你看到弹道的漂移。好了，准备来。单发哈，要再连发。那我会边射边修正啊，所以也不代表说是它一定是这样子。那其他那个弹道系统好不好有问题啊？应该说便宜货，所以它是都偏右边。来，把它看看。好，没了，看到这边，各位早安，拜拜。